的回忆，还有什么话值得提起？自从那一天你突然疏远了我，而你却忽略我心中的感受。是否我曾经亏待了你？难道你真的不再理解？在我的心中有足的失望，你始终用那热漠态度对待我。我觉得问心无愧，为什么还要黯然掉泪？以往的日子里我一切都是顺从你，我黯然的痛苦，我默默的容忍，到头来却是无缘无故说分手。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要如此的疏远我？我想要知道你给我一个真切的回答。是什么理由？是什么理由？你要给我一个没有理由的理由。什么值得回忆？还有什么话值得提起？自从那一天你突然疏远了我，而你却无恋我心中的感受。是否曾经亏待了你？真的不再领情，在我的心中有座无比失望，你始终用那热漠态度对待我。我觉得问心无愧，为什么还要黯然掉泪？以往的日子里我一切都是顺从你，黯然的痛苦，我默默的容忍，到头来却是无缘无故说分手。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要如此的疏远我？我想要知道你给我一个真切的回答。是什么理由？是什么理由？你要给我一个没有理由的理由。